这是你满月的时候，爸写给你的一封信。台生，你来了，我们都好高兴。前面有大姐丽文，二姐丽明，你是长子，台湾生的。屈中恒曾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，入围过金马奖，更是台湾电视名嘴。如今人们更多想到他的是他在不惑之年后拥有的新身份。自第一次出演赖声川导演话剧《如影随形》之后，屈中恒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台北的剧场工作者。其实那个时候也面临的一个就是说职业倦怠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或电视剧啊，其实也有点空啊。我需要一口木头箱子。但是在剧场里面，我觉得是很充实的。我们每一句对白，起码都讲了100遍、200遍以上。文笔不好。所以说，那个演出来的那个流畅感，是跟电视剧，甚至于电影比较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吸引了我。你也是被幻想出来的人呢。台湾的小剧场是挺蓬勃的，像对于喜欢剧场的演员，像我们，啊，或者是对于剧场观众来讲，都是一个福音吧。但是之前就觉得话剧是一个挺恐怖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舞台上直接面对观众，那种压力啊，那种。但是后来想想，就是说觉得还是要尝试一下。对不对？拍电视剧已经拍了20多年了，是不是转换一下？就这样栽进了这个剧场。台生啊，人生的遭遇哪是人能估算的？就像我跟你妈，本来是两个陌生人，像玩扮家家酒一样，就结婚了，然后。就像一场梦一样。宝岛一村里面我饰演的老赵这个角色，在建立角色的过程中，我就一直跟我爸爸聊天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有某些性格上其实很像我爸爸，也很像很多眷村的 baby。 10块钱、我觉得那出戏是我在驾驭观众，我真的抓到那种突然间就来了那种感觉，就来了，就是说我的一举手一投足，观众都，我感觉观众是跟着我走的，然后我是抓住观众的情绪，观众是跟着我的情绪在看戏，在起伏的。对，我觉得让大家比较方便啊，这个观众的回馈反应是这么的直接，然后你在台上表现的好不好，那是马上就知道的。虽然没有人说出来，但是你感觉得到那种当时那个空气，当时那个时空的那种微妙的感觉，你知道观众挺喜欢你的，你知道观众觉得你演得不错。我觉得我是把这个对于表演的热情找回来了，就是说进了剧场之后呢，我觉得我有一种新的轨道，新的方向啊，去做这个表演这份工作。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叫战争，愿你此生一切平安。父，1956年11月26日，于宝岛一村。Thank you.